他是4月18号在二军第一次的初赛复健赛，这个球 ，nice play， 投手兜兜跑位了，挡下来之后穿往一垒 ，nice play，nice play， 刺杀了阿浪真正出局。哇，一个 nice play 啊！是潘文伦拿过3次投手金手套奖啊！哇，不过这个球马上引起了防护员的关注啊！这个是有打到手掌吗？他这个寄出就是右手掌啊，摔伤啊，骨头裂开，对小指头跟手腕的那个部位。哇，真的是一个 nice play 啊！嘟嘟，他是直接用右手啊，不是打到手套啊！我直接用右手的手腕去挡到这颗球，对，哇，这个球我相当危险。去年球季面对潘威伦对阵打击率是2.63，这个球在左外野方向，左外手后退后退，接下出局，他给投手 ，nice play nice play nice play， 5星级的守备美技啊，潘武雄急速的向后奔跑，在全垒打墙前面把这个飞球给接杀了。也结束了3局下半，义大犀牛队的进攻留下2垒的残垒，没有得分。3局打完，双方0-0。哇，这因为真的0-0很焦灼啊，每一个细节都必须要顾好。高志刚在一个球路的一个对决上哈，也是很谨慎的。嗯。其实阿浪啊，今年得点圈有跑者打击率有3.33，这一棒中外野方向，三分刀出鞘啦，落地安打要平本垒，转传 ，out， 中外野手唐兆廷传给一垒手高国庆，再传往本垒，高志刚保护住了本垒温暖的老家，巩固住了城池，把二垒的跑者林宗南绕过三垒，想要回来给触杀在本垒之前。三分刀虽然郑兆航阿浪是出鞘了，是打出了安打，是得点圈有跑者敲出安打了，这个转传高国庆，哇，主要是脚卡住，应该是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刺杀跑者。嗯，这怎么说呢？因为一人出局哈，阿浪打这个安打打出去的时候，它是一个平飞球的一个角度哈，挤出去。都缺的就是年度 MVP 了。啊一垒手反手接着跳船了，一垒手潘威伦，应该说是投手潘威伦，跌跌撞撞啊，捡到这个球之后啊，仓皇当中踩一垒垒包，刺杀了打击的林奕泉出局，3上3下，6局下半义大犀牛没有得分，6局打完还是0-0。是安打，但是二垒的跑者被触杀在本垒之前，平飞球被接杀，踩二垒 out， 周广胜弥补回来了，他还是策动了一次双杀手背 double play。7局的下半，义大犀牛队也不错的得分机会，但是并没有掌握住，没有得分，7局打完了，双方还是0-0。中信兄弟投点三垒手飞扑接杀 ，nice play nice play nice play， 美籍守备黄恩赐统一丁帅啊，哇，这个球投点了林威廷，结果一个小飞球，其实这个球看三垒手距离那颗球还蛮远的，结果被他追到了，飞扑接杀出局，我真的是统一丁帅了哈，就这个球。因为是林威廷的打击哈，黄恩赐还是有一个防备的一个措施了。快变内野手了，外野手都快变内野手，手很浅，点下去，投手接到传三垒 ，out， 触击失败。胡金龙，这个球是投手接到。因为他的目的要把二垒跑者护送上到三垒，只要他一个就够了哦。结果要让三垒手出来接啊，但是他让投手接到了，哇！出击失败。对，点的位置相当不理想啊，朝着投手前面点过去了哈。嗯。
然后十二局、哦、这个球非常的扎实，在中右外野方向，哇、哦、这个球像是变了心的女朋友回不来了，红不浪红不浪红不浪，潘武雄打出了一支阳春全垒打，这个人第二号的全垒打是他职棒生涯第49号的全垒打，在延长赛的十二局上半轰出去，让同一森林来的球队取得了1-0的领先呢，就一棒就取得了一分。哇哦！刚才要讲说，林奕豪这一局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因为他要面对到35棒中心打者哦、嗯，然后两坏。这一球队友外也放下 back to back home run， 紧跟着潘武雄走，邓志伟也挥出了全垒打 back to back home run， 小邓邓邓志伟本季个人第6号的全垒打，超越了林鸿玉，独居全垒打王，这也是今年球季中华职棒联盟第一次出现 back to back home run。2-0，哇，真的被东哥黄忠义讲中了，他想要 back to back， 真的是被他又扛出去了，吼吼、哦，看那个费古洛的整个动机，他想要接着那个小邓邓上来打的，跑垒的那些接力棒、哦、做接力、啊，哇，三支左外也翻下，哇，这个球杀出去了。出去了，出去了，应该是出去了。结果潘宁没有出去啊，没有出去啊！三垒手潘宁没有出去，是一支三垒安打。是三垒手黄子毅先生双手有平举，是潘宁没有出去。可能总教练会出来了解一下。因为这个是中华职棒联盟规定是可以看电视重播的，可以看电视重播。来全垒打球是可以看电视重播的，来判定的，是 back to back to back。有需要看一下了。对，我们刚第一时间东哥看，我们也是看电视的，一定要看电视啦。对对对，我们这里还是有距离的。没错，那裁判现在要去看一下了哦。蛮有气势的啦，这支，只是说打到哪个位置，我们就不清楚了。有没有出去啊？哦，打在墙头吗？墙头，对。打在墙头最上眼那个地方，不过左外野手吴金龙，对，他是放弃了。难道他最近有看到是过去打到后面的东西再弹进来的吗？哇，这个我们第一个时间看胡金龙的整个一个动作是放弃了，对，因为他是最靠近那颗球的人。其实目前林奕豪的整个一个心态哦，可能是当到最低了。嗯，其实情绪上再稍微整理一下就好了。这个球中外野方向落地，形成安打。中外野手高孝仪没有拼，三垒跑者弗莱得分，3-0，3-0。